现实，现实，现实才是道理。哥姐妹，我跟你们讲，我漂亮，我心也美，人也漂亮，我什么都漂亮，我什么都可爱，真的是，我长得那么乖。你乖吗？我不乖吗？你乖吗？我不乖吗？你乖吗？我不乖吗？我没看出你来，你哪里乖？我哪里乖啊？我真的没看出来你哪里乖。我全身上下都很乖，怎么了嘛？啊，气死你！ 我就气死你，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说阿姨哥姐们，觉得阿川刚刚说的有没有道理？有，啊，说阿姨哥姐们，他是不是比较自恋？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觉得阿川说的对的，科波一，好不好？我看看有多少人支持阿川的说法的。来，叔叔阿姨哥姐们，觉得阿姨莫说的才是对的，你们就在狗皮上扣一，好不好？你看，全部都是扣一的。扣一是我说的对的，知道吧？谁跟你似的啊？啊，人家是支持我，知道吧？你看，那扣二的也多，你看，全部都是扣二的。人家扣一的全是支持我的。来，哥姐们，扣一的全部都是支持阿姨莫的啊、哦！我就这样子定了。你的脸呢？你脸呢？哇塞哇塞，阿姨莫太可爱了，阿姨莫长得这么漂亮，对不对？觉得阿姨莫肯定是很漂亮的那一个呀，对不对？真的是凭什么这样子说阿姨莫呀？阿姨莫本来就很漂亮的，是吧？哥姐们，你们说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哥姐们，哼。跟你讲，真的是，来没给阿莫点。说阿姨哥姐们，支持阿川的，给阿川点点关注，好不好？咱们直播间四千个叔阿姨哥姐们，支持阿川的，好不好？支持阿川的，点点关注，然后没有点粉丝群的，可以后台点我的粉丝群，好不好？叔阿姨哥姐们，好不好？叔阿姨哥姐们。这个人真的是太烦了。来，哥姐们，八一莫，八一莫下一步行不行？哥姐们，反正我觉得我才是最迷人的，知道吧？你迷人。还有昨天的那个啊，哥姐们，昨天的那个人也是个那种很，有什么用啊？哼，觉得自己很厉害吗？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啊，我跟你讲。对吧？咋这么多叔阿姨哥姐们，对不对？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哥姐们，支持阿川的，对不对？打波支持啊！没有点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叔阿姨哥哥姐们，让他看看我们支持阿川的凝聚力在哪里，是不是？叔阿姨哥哥姐们，支持阿川的打波支持，是不是？让阿英看看我们阿川直播间的团这个凝聚力，好不好？叔阿姨哥哥姐们，来，我们集体打一波支持，好不好？你看，你看这么多支持啊，这么多支持，你看看见没有？这么多啊！对，你看这么多叔阿姨哥哥支持我的，你看看对不对？你看看这么多叔叔阿姨哥哥支持我，对、啊、我看到的全部都是支持我的，支持你的，你的这个脸皮能不能再厚一点？你能不能不要说话？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能不能再厚一点，再厚实一点？啊！我不想跟你说，真的是太烦了。你不要说，一边待着去，我要给叔阿姨哥姐们说。来，把这张，你们觉得阿姨莫好看吗？哥姐们，觉得阿姨莫？来，你又觉得你好看是吧？我本来就很好看，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你什么意思嘛？哎，你看看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哥们打的是谁支持阿川？还有昨天那个人也是跟他们一样坏的，跟阿紫一样坏的，知道吧？不是，到底是你坏的？这样子居然故意这样子踩我，知道吧？哥姐们太坏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多么的坏，你就一直这样子说我。我真的是，谁呀？拒绝了吧？拒绝，是吧？人家怎么那个了？我想问问你啊。哎，怎么了？关我什么事啊？啊！真的是，人家就是不好。人家在公路上面走，你都能去找茬碰瓷。我哪里找茬碰瓷吗？啊、你人家在公路上走，你都能去碰瓷，咋你就羡慕人家身材又好，穿的又好看，是不是？人家长得漂亮。哪里羡慕人家了？我可没羡慕哦，我跟你讲。你不羡慕？那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啥呢？我长得这么漂亮，我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啊？别人羡慕我还来不及，
他是羡慕我的，知道吧？所以他嫉妒我穿的我的小白鞋，我穿的小白鞋，人家也穿的是小白鞋，这样子的，人家也是穿的小白鞋。你看他的那个黑的像什么样？黑的像什么？人家当然是人家也是穿的是小白鞋呀、啊，对不对？人家穿我的小白鞋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穿的干净，所以他才这样子说我的，知道吧？人家穿的不比你干净，不比你穿的好啊！那人家死了，你就不要说了啊！反正我觉得我长得比她漂亮，而且我身材那么好，对不对？不是，你去拿个镜子照一照你身材。拿镜子也没用啊，我本来就是 S 型的。所有阿姨哥哥姐姐们，阿英的身材好吗？啊？来，咱们集体在公屏上面打出了个字，好不好？所有阿姨哥姐姐们，集体在公屏上面打出了个字，好不好？你看。为什么你们都说我呀？我长得这么漂亮的。所以说你，哎，对了，你看这么多叔阿姨说你身材不好，对吧？还在那里说，还在那里说，对吧？对不对，叔阿姨哥姐们，对吧？来，咱们直播间，3000个叔阿姨哥姐们，没给阿川点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然后我们后台有个粉丝团，然后点这里，就可以加入一下粉丝团。然后我们还有那个粉丝群，点后台我们也可以加入粉丝群，好不好？叔阿姨哥姐们，对吧？感谢叔阿姨哥哥姐们支持，咱们直播间3000个叔阿姨哥姐，咱往上面走一走，好不好？然后我们争取3000人，好不好？你看，都说你自以为是，哎，你还在那里说。我哪里自以为是我了吗？你要认，我可没有。你要认清楚现实，什么是现实，懂不懂？现实是什么？啊？现实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你这么大个人，你不知道现实是什么？现实，对不对？就要认清楚，对吧？你比如说，你的穿搭，对不对？你穿搭本来就没有那个小姐姐好看。哈，笑死！你就要去羡慕，就要去嫉妒。我为什么要羡慕呀？我凭什么羡慕啊？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好看吗？我为什么要羡慕别人呀？笑死了！我看你是来搞笑的吧？你，那你为什么要去欺负那个小姐姐呢？我哪里欺负她了吗？那你为什么要去欺负人家？我跟你讲，是你看错了，知道吧？看错了，群众的血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阿姨莫有没有欺负那个小姐姐？有的，科波一，好不好？没有，我看看。那个时候她都已经那种了，知道吧？所以哪种？就是他都欺负我完了，所以我该欺负他了，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你刚来，意思就是他先欺负我，怎么说？他欺负我的时候你都还没到，那意思就是我看错了呗？对呀，我看错了呗？对呀，因为你来晚呀，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欺负完我了，意思就是我误会你了，是吧？你没有误会我吗？咱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来说好不好？他们来说，真的是我不要。你不要。他们才是最知道这些事的。你看，全部说你在欺负人家。本来就是，没有啊！你看，全部都是扣一的。刚才我都说了，支持我的就扣一。你看嘛。我说的是你欺负他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才扣的。但是刚才我前面就说过，支持我的就扣一啊！你应该说扣二呀，对不对？你看现在全部都是扣一的，全部都是支持我的，看到了吧？你这么再那个啥的，再那个啥一点啊！你不要在这里说了啊，全部都是支持我的，你不必在这里说，真的。我真的是服你了。来，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没有点关注的，然后有支持阿川的，给阿川点点关注好不好？因为这个号是阿川我的，然后有支持阿川的，给阿川点点关注好不好？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然后今天就是怎么说呢，很多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也知道我把他叫下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说他训他，知道吧？叔阿姨哥姐们没用啊，你为什么要训我？我又没做错什么。然后你们先前没有看见的就是弹他脑瓜崩，我刚弹了，然后弹了他几下，知道吧？叔阿姨哥姐们，真的是你不要在这里污蔑我，知道吧？来，直播间的叔阿姨哥姐们，咱们就怎么说呢？点点关注好不好？
不要在这里污蔑我。我谁污蔑你呀、啊？你没有吗？啊，真的是，明明就是你。明明就是你，他欺负的我，知道吧？明明就是你欺负我的。谁欺负谁呀、啊？你出不在家欺负你姐，出门 就欺负别人、啊。明明就是他欺负我的呀！真的是。一天到晚就抓着别人欺负啊！你还有理了、哦？我发现你。我的天哪！你怎么回事、啊？你什么意思嘛？我问你这个人。你向着别人欺负我是吧？谁向着别人啊？亏我还叫你一声姐夫。你什么意思？你姐夫这个我担当不起，麻烦你以后这个姐夫不要叫。还说担当不起，真的是，是他心里面是有娃子姐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不你不要乱说好不好？啊、你不要乱说，行不行？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吗？你以为我不清楚吗？你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小心思吗？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似的，一天天的，真的是，还帮着别人欺负我。我是谁？你不清楚吗？我是你妹妹，虽然你不是我，你不当我姐夫了，但是你还是我妹妹，知道吧？但是你不欺负别人。我还是你妹妹的，但是我没有欺负他呀，就是你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欺负我了，你看错了，知道吧？但是你不欺负别人，我为什么要说你呢？啊，你还有理？你给我等着，我不想跟你说话。你有理了是吧？没想到你这么欺负人。你该回去吧你。欺负我真的是。你要回去就回，你要回去就回去你的吧你。我回去了啊。你慢点啊。乡巴佬，你这个跟阿子墨一样乡巴佬。你才乡巴佬一样，你骂谁呢？赶紧走。我就骂你了，怎么了啊？哼！我真是懒得说你，真的是，我服你了我。啊，终于安静了，苏阿姨哥姐们，苏阿姨哥姐们，要支持阿川的苏阿姨哥姐们，咱们在公屏上打波支持好不好？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给阿川点点关注吗？谢谢各位苏阿姨哥姐们的支持，谢谢谢谢。他走了，终于走了，知道吧？终于走了。哎，我真的好想给他两耳巴子，但是不好，知道吧？苏阿姨哥姐们。不好，知道吧？咱没有给阿川点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苏阿姨哥姐们，咱们一起给阿川点点关注好不好？苏阿姨哥姐们，然后也点点赞好不好？谢谢谢谢，有支持阿川的，咱在公屏上打波支持好不好？谢谢各位苏阿姨哥姐姐们支持，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对吧？阿川的话会用行动，会用时间来证明的。苏阿姨哥姐们，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感觉我跟他说了这么多，真的就感觉是真的是对牛弹琴了，说不动啊，苏阿姨哥姐们，知道吧？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也不想跟他玩，知道吧？哎，我也是无语了。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咱们没有进粉丝，没有进粉丝团的，然后点这个小黄心来加入我们粉丝团。前面的话就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就是怎么说呢，灯牌吧，知道吧？苏阿姨哥姐们，你们觉得阿川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的灯牌，咱可以加入我的粉丝群，然后去粉丝群里面，然后我采取大家的意见，我给我的粉丝群粉丝灯牌改个名字好不好？我感觉小阿川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后台有粉丝群，然后点我头像就可以加入粉丝群了，苏阿姨哥姐们。然后粉丝灯牌的话，点我这个小黄心，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粉丝灯牌了。然后话，今天晚上我筛选一下大家，就是怎么说呢，跟我的粉丝灯牌取个名字，然后晚上的话我看一下，可以的话就用你们的这个改一下我们这个粉丝灯牌的那个灯牌名字好不好？苏阿姨哥姐们，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咱们可以点点关注好不好？苏阿姨哥姐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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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送的粉丝灯牌。咱没有，现在还没有进入粉丝团的，可以点这个黄色的头像加入一下粉丝团好不好？苏阿姨哥姐们，谢谢大家。对，他走了，我耳朵都要清静一点了。
说阿姨哥姐们，咱们最后点一波关注好不好？现在是10:43、10:45的话，然后我就下了，因为时间不早了。叔叔阿姨哥哥姐们，你们也要休息，然后我就不打扰大家休息了，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姐们，谢谢。最后还有一分钟，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姐们，还有最后一分钟。谢谢，最后咱点一波关注好不好？然后说阿姨哥姐们，然后今天阿川就下了，然后你们明天也要上班，然后太晚的话就打扰到你们的休息也不好，好不好？说阿姨哥姐们，在这里呢，今天对大家说一声，谢谢说阿姨哥姐们对我的支持，谢谢。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的支持与信任与抬爱。祝大家身体。